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oger。那欢迎回到 Roger Vlog。那最近就是因为武汉肺炎啊，新冠肺炎病毒的关系啊，所以大家为之疯狂，就是要来抢购口罩。那站在台湾啊，真的非常的幸福。然后我听说就是在澳洲这边，虽然案例病例不多啦，但是来看看药局这边卖的口罩啊，或是有没有存货，或是不知道卖多少价格。那我们一起来进去看吧。那今天来到的是澳洲非常知名的连锁药局，走吧。那刚其实一进去药局啊，一进去的时候就被挡，没办法拍摄，然后那个 security 保全就一直跟着我这样，所以我连拍照也没办法拍，所以就蛮可惜的。所以其实在这边刚有很认真的去看了一下，目前的话医疗用的口罩全部都卖完了，所以就没得买，那也没办法去找这样的一个价格。不过我等一下回去再上网找一下，然后再看到只剩下两盒 N95 口罩，然后 N95 口罩一个要卖10块澳币，10块乘以21，所以是200多块台币，所以一个 N95 口罩大概是200多块台币，200出头，所以在这边买口罩其实也不太便宜，所以台湾真的很幸福，一个口罩才5块。对啊，那这一次的疫情真的非常严重啊，但是在这边其实还没有很多的这样一个案例爆发，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珍惜在台湾拥有的一些资源啊，然后我们就是做好个人的卫生习惯啊，然后一起来抵过这一次这样一个疫情。那今天 Roger Vlog 就分享到这边，那我们要来去逛Bondi Junction 咯，拜拜。